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于4月3日晚在宁波举行。孙俪凭借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获得优秀女演员奖。4月3日晚，邓超通过微博晒孙俪领奖的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孙俪老师，您身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男人吧？”照片中，孙俪一身深色长裙，手拿奖杯，笑容灿烂，非常的端庄漂亮。稍后，邓超依然不忘自抢沙发，并称：“喜欢我给你吹的新发型吗？”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邓超有这样的媳妇儿，是他这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邓超哄媳妇儿有一套，是的，那是一个特别伟大而厚脸皮的丈夫。”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